嫂子，你怎么就想不开呢？是不是？你说我们军师是多好的一个人啊，又有钱又有文化，对女人还体贴。你要是跟着我们军师，那是吃香的喝辣的，总比你在这荒郊野外的强吧？啊？你说呢，嫂子？同意了？带走。 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这个事儿。但你也别怨我那帮兄弟，他们是为了我好，他们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，就是做的有点快。
学名。 害死了爹，其实哥，这些都知道，但是我不敢跟你跟师兄们说，你知道吗？哥，燕子别哭，啊，燕子，现在就剩你一个人。 好好，啊，我会的，我会的，啊啊！现在我要去给爹赔罪了。哥，雪明，哥，雪明，你放开他。 谢谢。